面的人在嬉笑起，挥爆伞在增加气氛，那警察是算那个气氛组。七日晚间七点半左右，庄姓男子将车辆停在中立至广路上汽车经销商门外的停车格，在车内吸食笑气。警方抵达现场，庄姓男子迟迟不愿配合，还直接踩下油门撞向停在前方的警车。民警见状，立刻破窗逮捕庄男，还在副驾驶座查获笑气钢瓶一支。现在有资源了啊！讯后依妨碍公务罪嫌，已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另吸食笑气部分依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，函请环保局裁处。虽然笑气不属于毒品管制，但被卫福部列为医用气体，吸食者仍可能违反涉违法，未经核准贩卖也会违反药事法。每一张多少钱？长长的交通违规白单。六日下午三点左右，诚信骑士骑着改装机车，带着女性友人行经新北中和锦屏景安路口停等红灯，因为车的排气管噪音遭许姓员警拦下。什么样的改装啊？什么东西拆掉，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啊！哈，后视镜也不见啊。然后这边陈姓男子车上一共六处违规改装，遭原警开出16200元的罚款。警方也呼吁民众不要非法改装噪音车辆，还给居民安宁的生活。记者桃园新北综合采访报道。